后它里面设置的参数也给它照下来。好，再来个视频。然后对准它，拍准就好。然后生产页面。原点。其他的参数也拍个视频了，啊。这个都是基本都在这里了。然后这里夹点，好了。Name。OK， 大。启动。Thank you.